首先特别感谢五位主理人，特别感谢奶奶。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我这么久以来最开心、最纯粹的一段日子。但同时，我觉得作为一个跨界来到这里，也受到了非常多的质疑。我想说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热爱吧，不是非得把热爱变成一份职业，我觉得才配得上去做这件事情。我觉得把画画推向大众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儿，我希望会画画的人多一点包容跟理解，让每个人都有拿起自己画笔的权利，去诠释出自己心中的热爱。